今天与 Rick 大哥约打球。大哥今年65，但是充满着活力与冲劲。今天背上了一课。发球尽量不要出台。大哥靠着灵活的脚步转正手攻击。由于发球被限制住，并且被发球抢攻打得很辛苦。好不容易得分，又吃了大哥一个发球。大哥的第三板真漂亮，我应该要多学习。